接下来把第四题做一下，大家。第四题其实已经比较简单了啊。这题呢，我也懒得再废什么话，直接给你们写一遍得。怎么做这个？模拟一个 trim 功能方法，其实嘛呀，是去除字符串什么？字符串两端的空白吧。两端的空白怎么弄啊？我有一个字符串等于我就当当，有没有？这当当当当当当 A B 是吧？有啊，得当当 C 是吧？当当当啊！然后呢，我这里边呢就打印什么呀？打印个 S， 大家往这一看，这里边是不是带个空格的呀？哦，这我得让大家看着清晰一点，大家再加个杠啊，这是加个边界，说白就是，要不然大家会看不清楚到底在哪儿。好了，加个边界有没有？哎，接下来我想把这个 S 的旁边的空格给去掉，咋办？看着啊。空格我拿减号表示，能懂吧？因为我在我这边敲空格，你看不出来，懂没吧？哎，敲看不出来，杠 ，A B 杠六，杠 C， 杠，懂吧？现在我要把这两边的杠去掉，怎么办？简单到不行，大家，我就先对第一个位置判断，你是空格吗？是啊，好。哦，干着它干嘛呀？看第二个，是空格不？是。三是不？是。四是不？是。五是？五是吗？不是。好了，前面那些就不要，是意思吧？前面那些我就要注意一下了。看着啊，只能到这儿了。哎，完事儿你就翻到后面啊。最后这是空格吗？是。是不是？是，不是吧？行了，你直接撒泼死认他俩之间指不就完了吗？欧没？啊？可欧了吗？思路啊，第一步，定义两个啥？两个小标，是吧？我定义两个变量啊，一个变量干嘛呀？那个这个作为什么？作为啊，从头啊开始怎么样啊？这个开始判断，开始判断字符串这个空格的角标，对吧？一个变量作为从尾开始判断，对吧？从尾开始判断字符啊就串空格的啊就角标。哎呀，行了吧？嗯，然后呢？第二个嘛呀？这个判断到什么？判断到不是空格为止，取谁？取头尾之间的字符串即可，对不对啊？而且我跟你讲哈。不断加加，不断减减，对不？哇，简单到不行！哎，不断加加是啥意思吧？加加是一次嘛，不断加加啥意思啊？循环嘛，是意思吧？现在呢，我就准备搞一方法，把这 S 搞定它一下。这方法是什么呢？大家 ，S 啊，我跟你讲，它就等于叫做我的 trim my trim， 啊，把 S 扔进来，是的，家字符串的 trim 是不是不需要全值啊？
它本身就自主串，我这不行啊，我这一般功能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这得穿直。那我没这方法怎么办？我就弄一方法就完事了。那你跟着我来一 public OE 啊，这里边怎么弄啊？啊，首先有俩变量，对，俩变量 ，int 啥 ？start 等于零，逗号 ，end 等于啥 ？s 点，对 ，length 啊。紧跟着 while 循环，我是不是先判断头啊？哎，说你第一个角标是不是空格 ？s 边叉 at 零，那个是空格不？这么写，这种啊？第二次，一是空格不？二是空格，对吗？变量吧，哎，它用在这儿。零是空格不？是，不用废话，干嘛？是不断加加，那就完了嘛。但不是空格就完事儿了嘛，对吧？注意，这里边有个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我得考虑特殊情况，知道吧？什么情况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这里边啥意思啊？哥们哈，是空格吧？啊，蹭蹭蹭蹭蹭蹭蹭，是吧？干过来了。然后呢？干啥？有微角标吧？微角标是，你是空格吧？啊，等会儿我先说头角标是啊，这头角标是蹭蹭蹭蹭蹭蹭干过来了。然后微角标是蹭蹭蹭蹭蹭干过来了。然后他俩要取这个中间，你说有劲吗？这个？啊，这哥们都剪光了嘛，对吧？所以咱就别弄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必须得保证什么？你必须得保证这 start 那。小于什么？等于 end， 并且，对不大家？哎，你得绑这个，要完不就废了吗？紧跟着 while 它也是一样，小于等于 end 是吧？等于什么呀 ？s 点叉一个 at end 等于什么空格？紧跟着怎么样 ？end 怎么样？减减吧，这干嘛呀？啊哈 ，s 点 substring start 逗号 end 怎么样？加一，不要跟我说加一你不懂，包含头嘛。然后这个我们运行一下好吧，走你，哟，哥们搞越界了嘿，哦，嗨在这儿呢。这个围角标吧，是指应该是这个位置吧，对吧？我刚才忘点一了，这儿，是吧？这事儿别忘了，这事儿一忘不就越界了？右键一个运，大家看，空格是不是没了？啊？嗯，别忘了，中间别搞掉，听明白了吧？啊，就搞两边吧，没人搞中间嘛。苏老师这方法，人家伙都有，你干嘛要自己写啊？不是面试什么都歇一天，我跟你说的是到其他语言里边没有怎么办？比如说 JavaScript 对不对？大家 JavaScript 是直接在客户端能在你的网页输入数据里边拿到你输入数据的，听不懂啊？你们上网见没见过？就是你写个这个那个什么呀？你写个用户名有没有？你写个密码没有？写个邮箱对吧？写完以后呢，一点下面想写其他的，那边是不是也打勾？是吧？您的邮箱输正确，有这样提示吧？嗯，干嘛呢是？校验的，懂了吧？他直接拿你文本框中直接校验的，发服务端去了。别逗了你，在客户端校验的，那个语言就是 JavaScript 做完的，听懂了吧？而它里边没有这方法，而我们希望在文本框中获取资料，把这空格去掉，你怎么办？你没招，就是自己写的方法呀，是吧？那就完了呗，啊，好了。